文采云何。从十四岁开始灌录首张唱片，一生灌录不下100张唱片。从来只有他可以令我欣赏，为乐坛带来无数经典，更能让我可以。他是永垂不朽的国际巨星邓丽君。2013年1月29号是邓丽君的60岁冥寿。 Museland 的流星小夜曲制作了2个小时的纪念德吉，跟大家一起怀缅这一位一代巨星。在心